将少量 Craft 基搽喺掌心均匀，从后面开始搽起，令头发更容易控制。扎一条高身嘅马尾，然后分成四份，将其中两份各自以同一方向扭，再交叉叠成一条鬓边。另外两份以相同的技巧做成鬓边，完成之后将其中一条鬓边卷成发髻，用发夹固定，再用另一条鬓边围住发髻，最后喷 reshaper 做翻个定型，咁就完成啦。